们的婚期已定？目前还没，但是有在缓慢进行中，希望。因为就觉得再拖下去好像真的不行了。陈婷婷自豪实力派演员，不会先有后婚。因为我是实力派女星跟演员，对我来说好吃最重要。陈婷婷一身辣气壮现身手工饼干店开幕活动。平常有自己在家里做饼干的？会耶，我不到很常，但是蛮喜欢做的。大家对自己的印象应该是什么？通常会说嗯很好吃，但是阿姨可以再漂亮一点吗？其实我真的忘记昨天是白色情人节，我就出门的时候听到广播说，哎、欸、大家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你们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想说，哎、欸。对耶，14号，我觉得没有过节，但我今天就把 Anastasia 带回家，他应该觉得很好吃。那你们的婚期是确定？目前还没，但是有在缓慢进行中。吴雨薇去年向妮妮求婚成功，二月出席活动时透露，希望在今年举行婚礼。家里有钱？倒是还好，希望会在今年，因为就觉得再拖下去好像真的不行了。办过活动，所以就发现好难哦。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还是找个公关公司来帮忙，但又觉得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好像应该要亲力亲为，所以目前还在学习的阶段。目前还是以就是草地户外婚礼为主，我们的共识是希望往那边前进，因为我们都就是很喜欢运动啊，然后也很喜欢户外，喜欢晒太阳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是最符合我们两个人生活状态的样子。有规划目前还是想要一步一步来啦，然后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小孩之后婚礼这件事感觉是不是就不办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还是希望一步一步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不管对我对他或者是对我们的亲友都会是很棒的回忆。目前就是先把婚礼办好。